早安金门，今天天气依然非常的好哎，早上9:30了，要换另外一个民宿，是我的是凤的行李，然后我们一台机车，你一直等他，后面提着他，我依然很难过，我那个还很难过，我的墨镜，那边眼睛有点不太舒服，对我今天会很瞎，我今天可能会眼睛张不开。对，我们这个是整个欧洲嘛，这是同一个祖先姓欧雅，那这上面是一小块，这里面又是我们比较我们堂兄弟，这个岩头是金门第一栋，第一栋，对，就是也是你们以前我背公他去南洋赚到钱回来盖的，这酷哦，是房子哦，古厝房子从那个地基开始，第一个打地基，第二个就是盖那个盖上面的屋檐，现在。骨架还有一些雕刻有没有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成型了，成型的其实小房子要照顾很不好找，它因为跟大自然比较合为一体，它比较会有开放空间，比较有灵性的，是没错，但是有时候你看下大雨或干嘛，有时候一些是会比较容易漏水吗？不会漏水，不会漏水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灰尘会比较多啦，灰尘，所以你要住都要很勤劳，对啊，我们简单讲，我们是帝王高见的后代，卧薪尝胆，哎呦，对对没错，对，所以祖先赚那么多钱，所以我们真的真的哎真的哎，帝王高见一个小孩，他封在山东。一个地方叫欧仪山的地名，那这个地名的向阳之地都是归他小孩所有，哦，所以这哇这么爽，向阳之地都归他小孩所有，就有他自己说了算吗？王啊，对，高见不是王吗？对啊，所以他封给他小孩，就是整片向阳之向阳，他是王哎，整个国土都是我的，对啊，只有欧阳这个姓氏的由来，哦，他由来之后就一直传到这个就传到后代，恭喜恭喜，我们紫气发祥。有9:06了，不给你打看哦。它的评价，这边是一个晚上多少钱？今天晚上1600，稍微好的。大家吃早餐哦。全金门剩一个哎，应该是龙生九子的其中之一，叫应该是龙子之一的。哎，因为慈母喜欢爬在门的上，不知道有人拿着看一下。这个钥匙带走，你送到房间大概就是200。真的吗？这是在金门捡的吗？好大颗哎，很大哎，因为比较漂亮，它有的。老板加大，我去那个欧厝海滩的饭车那边。对，早上10:00。我好怀念我的墨镜哦，我的眼睛快要瞎了啦！太亮了，它整个这个山是反光的，眼睛好痛。其实这海滩蛮干净的，没有什么垃圾的感觉耶。这站车比我想象的小很多哎！这在涨潮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哦，所以大家注意那个潮汐的时间。很特别耶，它涨潮的时候是在水里面，是表示水会涨到这边来耶，涨到这么高是不是？然后它是一半整个陷到那个沙里面，这样子是不是不会输给冰岛的最弱的飞机耶，是很有感觉耶。这个是战车残骸。伴手礼来了，这条街叫什么名字啊？复兴路。复兴路这边就是可以买。OK， 专门卖特产跟饮料的。对。突然，我们从机车就经过这个还蛮有名的一个景点哦。对。然后在路边，你就可以取得这个景点了。左转，对。如果的话，
漂浮斑马线，哇，这样看其实真的蛮像漂浮的。对呀、啊，你的影子好像有点让你拉回现实的那种感觉。漂浮斑马线。OK。我们到了今天的重点太武山了，我们四天三夜的其中一个行程就是要爬山。对，然后它是金门这边最高的山，可是也才300多公尺，应该是不难走，可是因为天气很热，所以会增加那个疲惫感。哇，这边有 QR code 扫哦，应该也是基地上有一样的东西吧，有太武山的盛景。这就是它12个要看的东西，应该都是一些走过路过很容易错过的景色。OK，我们开始走喽，现在是1:45，然后它的路其实规划，对，就是那种，对，对，我做过就是一直爬不起来，对，太热，有月经快来的感觉，我有点痛，小白月经是有经的，这里视野不错哦，蛮辽阔的，那么凉哦，对。燕山运动，所以它是花岗岩的地形哎、欸，花岗岩，花岗岩层。大云塔奇景之一。整个太武山区曾经都是军事要地，所以很常可以看到这种激励民心士气的时刻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红啊，咱今摆来到这大云塔。那边啊，跟前天那个很像，对不对？更小。这个是不是那个什么山塔之一呀、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知道基本是有山塔。到底塔的古时是哎、欸。是哦。秘境对不对？古时是。啊，那是石头的夹缝之中进来耶、欸，好特别哦。还蛮阴凉的。就是观看金门岛景观最佳地点，这里就是在倒影塔的周围。哦，前面这是万年前。是哎，这名字取得很好哎。三面海，你看，背后就是山，然后前面就是海哎。百万风景哎。对，真的有山，有田，有海，而且还有天空。哇，这边真的可以看到。金门一半了。这个倒影塔这边我真的觉得要弯进来。对，真的推荐哎。真的要弯进来，这太好看了。对，而且这边拍这个人，感觉好像很立体，在这个，对，太美好了。你刚刚明明就还要死不活的，你少装了，你等一下又要死不活了。大家，他现在是在镜头前面还在这样，镜头外的他，四个字，要死不活。反正就在那个洞休息了10分钟，他就会喝口水，对对，他会恢复体力大约5分钟，然后又恢复那四个字，要死不活。一定、欸、现在再过2分钟，再过3分钟，它就会那个电力就电池又回到正常道路的时候，对，就结束电池，或者是摄影机关掉的时候，它电池就对，不要被他骗了，真的不是。那我是不是要说什么？哎、欸，骗我的新包包是不是？我就开始介绍了。没有，你就说对啊，好看马上就好了，自然一点好不好？对。我都看了一下包，对啊，你看还有防水的功能呢。你看这边，等你拉链打开的话，它还可以放进去对。哎、欸，放那边，你那包包好背吗？它是个背爬山，因为它的那个它是皮的，然后又蛮细的，如果里面还装很重的，它没有办法那个释压。对，它没有释压效果，但是它休闲的。到了，现在是3点，对，终于到了。太武山的重点，无望再举，就是这一大块石头哎、欸。蒋中正，民国41年。无望再举。对，这就是，他还不敢喊太大声，因为这边还有很多观光客。对。对，要上楼梯那边拍还不错，就感觉好像整个很壮阔的那种感觉。哎、欸，好像还蛮多人，他们都只到这个无望再举就返回，就折回了，他们没有要到最后的那个庙那边。海印寺到喽，金门海印寺，台湾
湾宗教白鲸之一。它这个鲸离那个什么，我忘了再举，大才走路一分钟吧就到了，所以可以来走过来这边。有好多座观音哦。后来那个停车处，我现在是4:30，所以等于是我们走了快3个小时。我们在那个什么无望寨局那边就停留了30-40分钟了，然后一直帮人家拍照。不然的话，这行程大概大家可以排个2.5个小时，差不多。2个小时啊，加上拍照差不多吧。如果说有到，那有点久哎、欸，只有2个小时。2个小时，对，正常人。我们不是正常人，正常人真的是我们昨天去那个拍照景点，那个什么沙美摩洛哥那里。对对对对，我们看到有几个年轻人来哦，真的是一个人的扣打大概3张照片，一二三，然后还换你了，然后一二三，然后又换你了，一二三，然后他们就走了，他们大概在那里停留了5分钟就走了。对，就走了，难怪他们可以一次跑那么多景点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们昨天在摩洛哥那里待，应该有1个小时。对对对，在那边晒了1个小时。对，我们不是正常人。对，来喽，半斤半肉的牛肉面，很大碗，不是那个肉量。张记牛肉面，它在那个市区附近，对，150块。它的肉量是真的很满意，整个很满意。对，别看眼下，而且如果你想要再经济实惠一点的话，你可以点它的招牌牛肉面，就是没有筋的部分的，只有肉的部分，然后才100块而已。我们来尝试一下金门牛肉面。嗯，肉好吃，肉很软。嗯，肉很软哎，不用嚼很久那种。直接有推有推有推，下去吃。第二花的甜点，大块甜点。吃完甜点以后要去看日落，我还没看到。今天看起来没什么云，应该有机会看到哦。对，今天天气不错。来喽，我们来这家八步酸白菜水饺专卖店。我的水饺。对，这间味起来是我觉得。战斗力已经不行了，他勉强休息了2分钟，要继续了，继续再战。那水饺个头还蛮大的哦，而且他是不提供任何酱料，连辣酱都不提供，还加辣不行，不准，酱油更别想。我本身就是没有加酱，就吃水饺的话不加酱，他会加醋，可是他本身就是酸白菜，所以不需要加醋。蛮好吃的，那个皮是好吃的，应该是那种自己手工擀的那种。可是你的表情啊，看起来。表情看起来好像很痛苦，真的有推荐吗？你看你好吃啊、哦，而且才吃了半颗，就已经露出这个表情，有没有太夸张了？半颗哎，小姐，半颗，太饱了，爆炸，刚好容易哦。他刚刚其实也才吃一碗牛肉面，然后就已经，而且面还没吃完哦，面他吃了一半，剩下一半面他已经不行了。再吃了半碗豆花，再吃一颗水饺，他就已经爆炸了，爆炸了，好虚弱哦！天哪，好虚弱。好咯，这个风师爷他叫做下坑风师爷，他非常小一尊，他在一个非常不知名的巷弄里面。我们问了3个路人才问到这边，然后还一直错过2次，然后就在这个路边这样。他长得很逗趣耶。跟早上我们那个欧处的海滩不太一样，夕阳完全不一样，我还在期待说从海里面看到夕阳。对啊，应该要去那个慈湖那边。对，这边。下山了，这样，然后现在只能长
潮涨很大哎，整个那边的天空好美哦。感觉哦，连窗帘都很可爱。对啊，还有一些吊饰什么的，然后它、它空间其实还好而已。因为古厝的房间都不可能太大了、不会很多大，除非是家庭房后面的大宅那边。还好这个床看起来还行哎、因为如果是真的很标准的双人床的话，我跟配偶睡的话会。这个、哦，我就是哎，给我做干湿分离耶。其实我以为是小小的，但是这里是有一个洗澡间的，对。你把那个门打开一点。对对对，它有个干湿分离的空间，又大。对，你看，它装这儿了，这是松果门，有那边来装饰了。对啊，我们就把它拿回家，跟它做一样装饰。然后我看啊，它这边是那个奥尼森透视水可以伸引的，哎，很好哎，怎么好啊？真的是。对啊，还有两包统一泡面哎。啊，怕你晚上饿肚子的时候。对，很贴心嘞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些抛弃式，那抛弃式通常我们都不会用，我们自己会带。然后这些，哦，还有个吹风机，这样，对，没办法，实木的还不错哦。对，有电视哎，跟香蕉、茶水非常都有，非常周到的一间房间，难怪它有那个9.6颗星的评价在 Booking.com。应该还蛮热门，因为它这个古厝里面只有三间房出租哦，三间，对，所以应该还蛮热门的，大家提早预定，尤其在旺季的时候。热情，很喜欢，期待有一天再回来金门一趟。